大家都准备准备，来见证迎接本少祖的盛大仪式吧。哎呀，这位客人一看就是身份尊贵、声名显赫的质子啦。这你都能看得出来。上质子套餐。掌柜的，结账。成会，共消费46668贡献点。什么？物价这么高？你这是黑店。主宗，你一个馒头都要2000点，我们店算是实惠的了。不愿意，执法队。哎呀，掌柜老哥，刚才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咱们建议不说话吗？啊？白某这有比贡献点更有价值的东西。展示。心头到集中的修士们，你们有福了。你是否觉得疲惫乏力，无心修炼难以入眠？何不敞开怀抱，接受生命本能的信号？啊，血脉喷张，激情燃烧，充满激动的生理反应。超级辟谷丹新品折扣，你的身体不能错过。今天被选中的道友有机会回去宣传测评，明日优先复购哦。刚上的我又成秒了，再加1000分。表面是质子，实则是营销帝王啊，这如何能做到啊？3分傍身之计，7分洞察人性，怀仁义于心，立人生格局。